2019世界生意强亚球赛，星期一嚟就爱开始嘅。今日中华职棒大联盟举行开球仪式，一排中华队还邀请到王建民、韩国彭振明也两个太角师来做教练，希望做嚟带领中华队打出好成绩，去参加2022东京奥运。中华吹球员白白派苏杭都拿大强同露天宫踢球，练习同比赛的过程做得顺顺利利。接下来今日会面对生意强的比赛，23号组举行开训仪式，希望球员也都做得有前后的准备。这次12强的准备出征哈，就我刚才讲，大家这个穿上这个中华队的衣服就是一种荣誉哈，然后大家就是很有企图心，要扛起这个责任去创造这个价值哈。荣誉、价值跟责任，吼。球员伫球场上存下筋骨做暖身，一排中华队嘅教练团陈勇同站，包含里面球员王建民，还有前一波嘅张杰苏球员生涯嘅彭振明，两个球员部分由张参出头嘅后生人加入，上阵夜啲梅花旗比赛，再个出了比赛，天天打出158公里球速嘅刘志勇，佮小邓讲东方旗做阵热线中华队。昨天刚进来，然后学长们都。就是都很好，人都很好，然后也蛮快融入到这个团队里面的感觉，对，然后自己也会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表现自己。我也很谢谢他们啊，就是说，一整年辛苦下来啊，在这个时间点，他们都愿意来帮这个球队，当然他们我跟他们提出以后呢，他们都二话不说，就是到这里来帮忙，所以感谢他们。2019世界生意强亚球赛，我哋11月嘅初五到初七，同波多黎各、委内瑞拉同日本迎接头一场嘅预赛，我哋台中组织亚球场开打，到时就欢迎全国嘅球迷向下同中华队加油，希望今日早啲打出好成绩。下个新闻，王玉顺、涂子玲、桃园报道。